不好意思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好好好。好，大家都已经，大家都已经找好位置了哈。我们准备的花艺蛋糕即将要登场了，来，请帅哥帮我们拿上漂亮的花艺蛋糕，是以紫色为主体的。那边那边那边后面后面的人推一下，后面的后面的人推一下，一进去了。来，左边左边。好，北方姐这边。好，来看我，来来来延伸。那个后面三个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再往这边一点好不好？我是觉得最近媒体真的很辛苦，打连假你们拼命加班，因为最近有一些真的是不是很太平，很繁多的。那一向我都觉得大家都在这个工作岗位很努力工作，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看，因为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不是当事人，所以跟他们可能有些。偶尔见一次面都不是很互动，因为不熟，不是很互动，所以有人就问我啊，最近呢，我只希望原先赶快恢复太平。过去在秀草文化的时候，我类似就是有听闻类似这样的感情。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我也当时也很年轻嘛，那年轻女孩子当然机会就更多了。我的确在我们的环境里头，艺人其实我必须要说，我们常常会跟很多不同人大家一起，可能跟观众朋友也好，或者是大家艺人在一起，我们大家不是常要拍照干嘛，可能有人会，我们跟他不是很熟，可是他就跟我们拍照就会搭肩，为什么？我第一时间都会说，我们就这样拍照就好，不要搭肩，因为有些我真的不熟啊，所以我个人就会这样适时的拒绝。那如果是同事大家拍照楼照，我倒觉得还好啊，我个人觉得这方面这次还好。那尤其我们以前秀场好多是舞台上就是这么的反应，都是当来当去都会吃吃豆腐的，那是一个工作的效果，我倒觉得还好。但是私底下有大家聚会啦、聚餐啊什么，难免会碰到有些蛮欣赏我们的，他会适时的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啊，有什么，我也会适时的，我不会让对方或让大家很难，我就适时的找一个机会换位置，换位置之后，哦，可能现在有人坐下，哎，然后我就跟坐下跟你讲话，哎，我看到他，然后就这样，开始讲话我就坐在这里。我是属于那种顾全大局的人，尤其在工作上，我常跟大家讲以和为贵嘛，和气生财，以后我们做秀可能都会碰到，所以我的方式是不管任何或是什么主持人或艺人什么的，我是属于不跟任何一个人有特别比较有不一样的关系，那是因为我跟每一个保持都有好关系就好。你如果跟哪一个比较好了，很快其他人都知道。然后呢，下一次这个档有这个没有这个人，然后有别人家就不一定要用我，所以我是狼狼后，但是我不会跟狼狼都怎么样磨后，我就是和气生财，然后呢就是跟我一起一样。我不会跟谁比较特别，这样我的机会比较多一点。如果尴尬的场面是没有办法照相。我就目前为止都还 OK， 因为可能是我
我有我的方式，我觉得就是他们会试，因为他们一定会找一个机会试探，然后再来试探，如果第一次你们要第二次嘛，第三次可能他就可能又更那个，所以通常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会有所那个，第二次他还是这样的话，我呢我就会更直白一点点，就直接哦，然后找机会说，永远都叫我都会尊称他是前辈大哥啊什么的，就是我会把那个关系稍微还是会拉开一点。我的方式是这样的，我倒还好，我觉得如果真的你不愿意不愿意，他也不是一定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会拒绝的，但我是比较固执。你给我潜规则，因为在这个圈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，所以我也要跟很多的年轻朋友想要进这个圈子的，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经纪人，我们都是自己，也没有什么亲妈，可能有人有亲妈，我们是没有，我们就是自己出来这样，所以很多事情都自己去面对，所以我算应该还好，就是说我碰到人可是倒没有太勉强我怎么样。那现在很多人是都有经纪人或者是亲妈保护，如果你想要走这个圈子，选的规则我就因人而异。就是可能有人会就我是觉得因人而异的，我是对，我会就是潜规则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，我说真的是几抛几卡，也就是我不太会那个方式，所以我就还是很就执着做我的事情。当我把自己每一次机会，我都把自己很努力把它做好的时候，我的机会还是有的。我就看鬼，看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潜规则有听说过啊，对。有听说，那你有被大哥暗示过？我就说年轻机会很多，啊，每个都我就尊称大哥的。有暗示当然会，我就说过了，我就会技巧性的什么这样，然后从来也就不会单独，我就去哪里或者我就带舞群，我会带两个 dancer 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我去哪里都是一起，最多带几个。四个舞群，对的，都是舞群，包括我出国外去做就也一样，比如有人想要请我吃饭啊，基本上我们很少，但有些是因为老板啊什么，所以我们会去就吃饭，但通常都是很多人。反正我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真正就是努力工作。我当然有时候也会碰过，有些就是可能，你这档，那你下次可以就来玩，我可以招待你玩，或者是什么，我都觉得我要么就工作来赚钱，来玩让你招待，我都觉得，我必须要付出什么吗？我根本就。或许吧，难免会。但我比较碰过，曾经就是，我就决定做完秀我要离开，哦，那不能继续留下来。那一天我还有一场表演，第二天要表演，然后我就发觉我的表演，我已经唱一个礼拜了，为什么只有这一天，那个乐队，比如说我八个人。一首歌给我八个 key 耶，我都不晓得我怎么会变成音找不到哪个 key， 就被整嘛，就是你不答应嘛，就是有些方式啊，可是对我来讲这都是一个过程，那我还是坚持就做完秀，我不会占人家便宜或你来找，除非当然这个你很可能他是很正直，很可是我觉得我在工作场合碰到，我尽量就是公司比较欢迎，我就觉得我还有舞群，然后我舞群说好，我们可以留下，我还是觉得先离开，
因为我还要到下一站表演，我可以先在那边等都没有关系。这是我个人啦。苏姐跟廖俊大哥熟？我跟他其实是在以前秀场的时候，他们都很红啊，其实他们秀很满啊。我跟他其实不熟，就是因为他们主秀，我是唱前面唱我就走人，那最多就是打个招呼。也对啊，都是其实他们都是唱主秀的。廖俊碰碰，那时候的。因为今天廖俊大哥又被那个网红有出来控诉，廖俊大哥在九年前对他以前骚扰跟动作。对啊，是因为其实廖俊大哥现在还在医院的样子，他在动作，他去开刀，对，想直接切除肿瘤。对，那美凤姐，如果现在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后辈。跟你诉苦说，他可能最近遇到一些大哥，可能像暗示啊，或是一些他们觉得是骚扰的举动的话，那空姐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？就现在这个。当然，如果我毕竟不是这些当事人，但是如果是真的，不舒服还是可以说，就是跟对方，你给对方一个提示，点他。你都不讲，或许他觉得或许我不知道，我就会稍微点一下，然后我就会讲。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，那以后是不是机会就比较少？我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妥协，就是说，因为那这样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也不会给他很难看，但我就拒绝，让他不要再讲。但是，可能因为机会少一点，但这个圈子那么多人也不是只有你，我自己努力最重要。我一向就是一定不迟到早退，我该做的做好，然后我很敬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还是有人就是真的懂的，观众喜欢你，业者还是会请你。这是最重要。那你若跟谁好靠谁，他给你靠，那都不是长久。自己本身的底子还是要把自己做好。那如果就有新员工讲啊，那个大哥想要怎么样，然后对怎么样，我说你还是把自己先充实好。这个我觉得他还不至于，如果不是很烂，就尽量以和为贵。啊，你可以说，但是你对于说现在很多人都出来说什么什么。可能他觉得他是当事人，他说的会比较，要不然他心里很难过。当然，就每个每个的方式，每个每个选择，我们都给予尊重。但说实在，最近这几个都，最近几个，刚您说到大哥，当然这个是但没有比较接受，所以我也不能接受。因为那女生的感受，我也没办法做到我跟她当事人，我只知道说。前一阵子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很多人连假都出去玩，媒体是最忙啦，你们真的辛苦了，对，所以我就说演艺圈就是还是尽量这个事情能够尽量太平，对呀，七月一号赶快今天生日，要生日啊，就刚好到，是不是说嘛，七月一号之后就不会，我是说七月要等到七月一号，七月一号就很平，对啦。快啦，还有几天呢、啊？还有几天呢、欸？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了，凤姐，那你有因为就是拒绝大哥的一些邀约丢工作吗？从以前年轻到现在，我觉得没有很没有太大影响。你如果不拒绝，然后因为这样同学，可能后面问题。会多少？我个人可能心理压力呀、啊，或是什么多少，而且可能他也会跟别人讲啊，这个所以我都保持，就是我不能妥协。那没办法，但是还是先自己做，因为这样我很坦荡荡嘛，我也不要委屈我自己。那我如果拒绝了？是他看到我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我不好意思？我如果跟他讲，反而我就觉得我是这样子的，目前是没有。今年是
生日都要跟新媒体聊，然后新媒体啊，我们就是找文明路聚餐嘛。其实没生日都在聚餐，因为现在的我跟他俩就是年轻都那么辛苦，我们一直努力工作，然后到现在还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们都很真实，也都很乐在其中。就是因为年轻的努力，让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。像我每次这几个朋友啊聚聚啊，有些人是有家庭有小孩，小孩大了，那其实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常常揪了就五六个人，还有蓝妈妈啊，还有几个朋友啊，大家一起出去，那是一种有时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吧，不是说年纪有了就怎么样怎么样，年代不一样了，年纪女人越来越长，要懂得更爱自己，要把自己就是尽量，心情很重要啦，心情好可能就状况就会比较好一点，不只多那个好，你就我是觉得不管年纪怎么样。就是有时候记性不用太好。或者讲到聚会，像之前你跟新梅姐聚会，有时候会遇到男生们，只有听说他离婚消息。没有，之前聚餐碰过几次，对，但也没有很多交集。然后他的另外一半，我们在不同平台，他在三立，我在民视，所以也不熟。这个。感情的事情，到后来我只能说一切就是缘分，缘分。我个人的话，我都觉得好聚好散，缘分有时候也曾经有彼此都爱过，我都这样想就好了。那后面没有在一起，也不需要说太多事，因为对事情没有完。做大帮日子还是要过啊，想太多不是不开心，都不想啊，过去就过了，缘分曾经拥有过 OK 了。当然希望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小孩，所以大家还是为了小孩那个感情还是必须要还是有的，但是那个血缘是没办法那个脱离，所以一定都会有，所以好聚好散，那搞不好有缘又在一起。那我看他是不是台湾？那你以音乐圈大前辈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教歌词这个危机处理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冲动？我想最近大家都看了很多了，确实我就不能再多说。很多事情可能要给一点时间，他也是这么的努力过，他是很努力很敬业。另外一个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事情的情感啊或是什么，这个我就不便说太多，我都尊重，就是说在工作上我都很尊重每个人的付出，但在处理某些不是工作事情我都尊重，因为我也不太多去做我的事情。那努力是肯定的，工作努力是肯定的。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我就这样，我应该过来讲一讲哦。我一直就毕竟没听到哦。好了，那我就放凤姐喽。谢谢凤姐，你们辛苦啦。哎，生日快乐！买一杯。没有，我的小幸运是特别的谢谢。小幸运是我上次高雄有一个很小小朋友，他在我有活动的时候，妈妈都会带他来啊，当个幼儿园。没有了，家里的谢谢。先赶快。
拜拜，拜拜。